上部啊，这是丹阳明轴，亮乙顶在一二三四四趟架子里，它的练的跟它的使用的形式拉弓式。如果说一步撑锤进去，一步跟着打上它，这人就已经塌了。再进这个顶，二趟架子我们练打斜，一二提膝，一二，这人下来了，正好出这个顶，一大手就是扇，就是奔裆。那我再说简单点，这个顶应该怎么进？一打手直接就进了，用直接就进这个顶。嗯，哎呦喂！如果进挂，进横崩，直接进去就这个顶就进去。咱们叫身形变化，这一上完，得从这儿转出来出这个顶。加微信“新武文化拼音”，学习胡玉涛老师课程。这是不是也有点意思？这顶奔回收，一砸他肯定是一打手奔这儿。跨完不许奔回收，直接一转手就往下奔他脸上挤进去，这个顶得奔回收，结果这面顶一搭手是不是也在这儿？这个顶都从哪儿来的？都说人四趟架子分出来的，我一伸手到这儿，抱头正好架了啊，抱着他再收回来，猫着他就得奔前失势退一块，人家搭手了，我往前挤进去了，人家太硬了，我打不动，该收嘛，该收就得收，瞬间变化。八极拳嘛，一定有八极拳的独特的风采的。